前立委严清标为儿子严宽恒披上竞选彩带，也象征世代的传承。严清标拜票扭伤了脚，还是拄着拐杖力挺儿子。从祖父严怀、父亲严清标、妻子陈丽玲到妹妹严丽敏，全家同台为严宽恒加油打气。现场12000名群众高喊动算。只有汗水，没有口水。为什么？咱无咧学别人，咱喷水嘛，咱咧喷鬼鬼。咱所做的拢是实实在在。相较于严宽恒全家动员，另外一名参选人陈世凯则是打出夫人牌。他的妻子刚生产，坐完月子，也是一早就到菜市场扫街拜票，争取妇女选民的认同。因为之前我是怀孕的状态，然后怀孕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一直很勤劳的帮先生助选。那现在我已经坐完月子，可以出来帮先生助选，所以我很开心。两名选将上次选举只相差1000多票，可以想见选情紧绷。中部地区天气回温，不少民众一早就出门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加油。距离大选只剩几个星期假日，候选人都卯足了劲儿拉抬声势。记者刘元斌、黄总 ACG 小组台中报道。